臨時演員啊，搏出位嘅方法，哗眾取寵，撚戲，喺導演面前行嚟行去，露呢個旋轉波坑，旋轉波啦，係啦。歡迎收睇 LKF TV， 我係特邀節目主持人張繼聰。好，我哋嚟到 Oh My Ding 呢個環節，好啦，由一開始，歷年電影金像獎嘅影帝，張家輝、劉德華、張家輝、梁朝偉、林雪。哎，未有张继聪。喂，唔系喎，你哋低压槽嘅演员名。林雪、张家辉、张继聪、魏大雄、三哥、徐静蕾、三嫂、余南、三嫂煲汤、何炅、三嫂房车、袁华、生日快乐、张继聪。喂，你生日快乐。好啊，仲有一个啦，结咗婚嘅女艺人名。关明娥，我老婆，女艺人喎。我老婆喺屋企砌做幕前嘅，系啦，出咗街做幕后，系咯。咁其实系个个老婆都要演咁啊，就系咯。我老婆，整多两个嚟睇下先。Sammy， 何俊安，系啊。好啦，我觉得点样玩都系树哥赢。他直情贏了遊戲嘅，佢唔玩就佢贏咗遊戲。問一問家輝哥先啦，點解今次想拍動作片呢？因為我喜歡動作片咯。唔搞鬼啦，今次。因為其實我係好怕鬼嘅，所以又搞翻動作片嗰啲啦。講下你哋自己最中意嘅場口係啲咩？我啊中意 opening 啦，就係我哋嘅洗衣鋪。哇！呢個洗衣鋪，哇！嗰種壓迫感啊，我本身做演員，其實我。一嬲都係入戲慢嘅，我真係係嘛？但係我話嗰日好奇怪嘅，即係我去到我就係嗰個角色咯，出唔翻嚟。有好多現場我出唔翻嚟，點解咁嚴重咧？係啦，係咪瀨嘢你？唔係，我驚我瀨嘢就係，因為導演好嚴肅，我話你啊，我話導演我出唔到嚟，導演話你行開啦，你出唔到嚟你少嚟啦。我都係啦，即係我哋洗衣鋪，我覺得第一個印象係入到哇個洗衣鋪哇咁靚嘅，咁應該好認真喎今次，同埋所有嘅槍戰嘅場面。動作場面咧，都係拍得好仔細。對於角色嘅造型啊，各自講下俾幾多分自己。咁我講先啦，我著碌頭，我覺得100分，即係因為嗰、那個外形好搶，好搶鏡啦。仲有你嘅一身嘅肌肉咧，一身嘅紋身咧，係啊，好好配合得好。但係嗰陣時係得兩度啊嘛，唉，真係慘。有衫著，但我啲衫咧就著咗就除唔甩嗰啲黐肉嗰啲，黐肉嘅係啦，所以我覺得好玩。都有霸氣啊！運動衫又配皮鞋。啲人覺得咦？點解你做男主角嬲嬲悠悠污糟邋遢？都因應翻嗰個角色需要噶嘛。佢唔需要靚咪唔需要靚咯。咁佢嬲嬲悠悠浪人咪就係其實佢嘅角色嚟噶嘛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川。大家好，我係張聰，你睇緊劇 LKF TV。大家好，我係張家輝，大家睇緊劇 LKF TV。